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嗯，好，棕色是接正的，蓝色是接负的。那白色的线呢？它是接 NPN。好，现在测试。好，有反应。接下来，黑色的线是 PNP。测试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测试接下来还有第二台，不用动，不用动起。呀，棕色是接正，蓝色接负，黑色接 PNP。好，一样，棕色接正，蓝色接负，黑色是 PNP 测试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测白色这条，白色的话 NPN 测试。OK。